这个问题我跟教宗谈过了啊，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去大陆啊，以前的教宗也希望去的啊，都去不成是吧？我说如果他们让你去，你得到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你想见的人见得到吗？啊，不让你见到啊，那些中心的那些人见不到，那么见你的都是跟政府那些神父主教们来啊啊，那么。你拥抱他们了啊，开心了，地下的很痛苦啊，很痛心啊啊！这次有两个到罗马去了是吧？啊，教宗说啊，欢迎欢迎了，国内的主教们啊，很伤心啊、哦。所以我说你这样去也没用了，没用吗？他们骗你了。